昨日八没涌现讲起，是古年各地就有建筑发通，体中发今年嘅阳神寺，二十二暗部就期盼了一场昨日八阳暗等嘅发通，民众喺拿灯火把腾腾石桥，再过到附近嘅总头桥庄，而求神明保佑今年嘅平安。民众徛念佛吧，看念灯笼，听念神口来顺从。伊在爱对亚历斯太牛地嘅强山寺，行到沙头乡嘅新厝村亚顺祈福，来回一转差唔多爱四点钟。为到爱本听念行嘅心中看较清楚，庙方每天片准备嘅祝福吧。本民众徛念就讲，爱神去出这个德贡，啊德贡出回来了后，这个下面就爱灌一挂番仔油。再佫家用这个是迄个金纸，佮卷起来，啊，然后把它插进去的时阵了，火若愈点火把愈灭的时阵，伊这个金纸就会烧掉的，啊，所以咱啊伊慢慢啊佮揉起来，慢慢啊佮揉起来。当然，昨夜半前，每就下秋六昨夜十站暗埔沙头乡新厝村民就会出通村头去杨林寺的香山寺，请观音佛祖转到总督来顺从祈福。因为天人行的心中数千轮佛法，故所咪按做夜暗灯。历史已经差不多有一百年以上啊啦，哦，啊，都每一年啊，拢这个正月十三。来咱这个香山寺吼，请观音佛祖吼过来遐还拜拜咧，安尼啦。较早一个传说就是讲，伊那边遐那固定十三啦，无来请伊那边都有一年讲香，像咧规个庄头拢总无平安的呢吼。啊，所以讲即摆固定，自我较早囡仔个即摆当个朝十三拢总来请妈做过那边遐，吼那边济济，安尼讲才会平安的呢。先到正月半前，请轮佛吧。天然神桥的亚顺总头替台湾举手，不过因为手指花参加人数同头个比唔得，不过村内放羊的传统民俗，得得继续保存下去。客家新闻李新龙转发报道。